绍这款120瓦钢丝两用车载吸尘器。这个是我们吸尘器的主体，这个是延长软管，这个是毛刷接头，这个是扁接头。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每一个吸嘴的用途。这个是毛刷吸嘴，我们来先把它接上去。下有各种不同的毛绒坐垫、编织坐垫，还有一些脚垫，下面有很多难清理的小细碎的小垃圾。像我们这个毛刷吸嘴就起到这个用途，像这样可以把里面的小垃圾全部都拨出来，然后全部都吸附在吸尘器里面。这个是扁接头，像一些坐垫边上都会有很多那种细小的小缝隙，像这个扁吸嘴就可以像这样延伸到里面，把里面的小垃圾全部都吸附出来。这个是软管接头，接上去之后可以延长这个清洁距离，像坐垫下面我们平时很难清理到的垃圾，就可以把这个延长软管延伸进去，把里面的小垃圾全部都吸出来。如果大家想把我们这款车载吸尘器放在家里使用的话，可以在我们店铺搭配购买一个这个电源转换器哦，接上去之后就可以在家里使用了。